人家当时很保守的，不这个圈子不向外传的，他这是每天晚上就偷偷的爬着树上看着内院里边他们交拳，他只是在偷着看偷着学。那就那么一天，他这看着看着就突然这出了声，认为对方练得太精彩了，所以他无形中就喊了一声，这一喊人叫人发现了，发现人就追他，追着最后他没有那个叫人追着了。后来一问他们拿着情况一说，人家陈长青上很受感动，很受感动吧，就最后就拿这个收下了。这个东西叫子式，这在武术上讲它叫子式，这是杨露禅在这里学拳时间用过的东西，他是用它来锻炼他的抓拿力和背力，提起来放下去，提起来放下去，锻炼背力。这个多重？这个？这个重量是108公斤。哦。哇。哦，就这样不停的这样。哎，对，就这样不停的锻炼。哦，那个。你看这个。这个重，一般人肯定拿不起来。那他在这跟陈长青学了8年，他就走了。走到哪去了？他是通过。吴玉祥永年写的吴玉祥家是官宦人家，通过人家家庭给他介绍，他到王府里边去教拳，到北京到王府里边去教拳了。他到王公府里边去教拳，教他感到他的功夫还不行，又来陈家沟深造，这是深造了以后又走，先后一共来陈家沟3次，长达20年左右。长到20年左右，在陈家沟时间就很长，最后在北京人称杨武帝。因为太乙拳过去的时候，据说在这个社会上没有怎么出现，他们去了以后是在社会上是很新鲜的，这些人呢就是大力士不服这个劲儿，就去跟人较量去了，就是较量的时候呢，就是说这个谁出面呢？还不是杨露禅出面，是杨把侯出面的。据说二人对垒以后呢，就是说还没有打那么几下，这个杨把侯呢，就是拿这个大力士就制服了，这所以在那儿号称，你像杨露禅了什么的，就在北京都号称杨无敌呀。杨无敌就是当时的时候就接触过一些武术界的人。对过手以后呢，当然都没有输。家的人生传奇，武林纪事，奥运期间大家栏目特别奉献。练杨氏太极拳49式，预备，起势。单边的转动式，元首，海底针。他因为我们家呢是所谓太极拳世家，由于家里面呢就以这为职业，所以呢这在我们家呢就。这子女们来说呢，就是无形之中呢，就是说，这个父母呢，对这子女啊，就有这个要求，就是你将来以后呢，就要继承这一行业。所以在我们家呢，就是七小都练拳了。
开始我在山西阳泉矿务局搞财务工作，后来拿我调到了太原，太原市呢，我就安排我在省人事局，省人事局有个福利处，当安排在那儿，主要是负责这干部的保荐，所谓就是所谓干部保荐，就是省的一些领导、书记啊、省长啊什么这领导教他们这个太极拳。当时，所以这是我父亲的，啊，就是说这个体就是体型拳术了。国家体委编那个讲话太极拳，为了普及太极拳活动啊，他那个时候就跟着就征求在全国征求意见，就最后定的呢，就按照我父亲的工价呢，这个编排了这个讲话太极拳。这就是我父亲呢，他留下的这啊，就这一部书了，太极拳体型拳书。原来他还想，因为这个第一届主要是拳，主要是拳，但按他过去说的时候，还准备拿器械什么再闹一闹，后来就没有等到那个，他就去世了。当时来说，在北京阳澄府孙禄堂，就在武术行那里都是有名望的。陆堂他练形意八卦都练的，但因为都是武术的，该搞武术的，这关系都不错，所以他们是阶层金兰之好。他对太极很感兴趣，就想叫我父亲教。我父亲说这因为过去以前是传统习惯啊，这个关系不一样，两个人金兰之好，你就教着这就成师徒了一样，所以就没有不方便，就没有教成。正好当时那个不是太真的郝维珍老师到北京去了，哎，正好我们这乡亲，所以经过我父亲介绍给孙禄堂啊。后来我父亲曾经到过这个浙江了啊，就这个南京了，这个后来到上海了，什么武汉的上，后来到了广州，还是这么走，就由北，所以太真的发展是由北向南逐渐的这么现在的发原来做什么？原来塑料厂。他在工厂上班了。电厂上班了。电厂已经做。学了多久了？学了有个三年了。也学了年啊。您学了多久？差不多快28年。哇！我是在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，搞运输，铁路运输。我是搞那工艺品，搞剪纸的。什么？工艺品剪纸。剪纸。哦，哥。哦，建材租赁。啊，钢模板啊，折纸架这些。好，对。